在我的灵域空间中，我即是神灵。慕容，别怕，有我。黄历师兄，本想直接过来，但他的空间构架太弱，我直接来会塌。黄历师兄，你的境界到底是？苏荣，来不及解释了，快吃干脆面。啊，是这个吗？嗯。死到临头，竟然还在吃垃圾食品。先王模式。